我先问在场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可以吗？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他拿一个就是大家常在用的软体的来当做自己网络 ID， 比如说他把自己叫 Photoshop， 把自己叫 Windows， 或是把自己叫 Angry Bird，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宅？一定会，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软体是他写的呢？对，大家好，我是 PC Man， 就是那个装在你电脑桌面上可以上 BBS 的那个 PC Man。那今天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就是大家可能知道这是一个软体，可能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现在还在这里。那但重点是，那我平常做什么呢？其实我平常的工作跟大家差不多，就是工程师，就是要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解决客户的问题。那我平常也是在解决问题，我是修理东西的，但是我不修软体，我不修硬体，我修人体，我是人体工程师。我们的社会把这个工作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医师，对，所以我目前我其实每天是在医院工作，那利用一些空闲的时间做这些软体的开发。好，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故事就是说一个门外汉怎么样有办法在家自己土炮做一个软体出来，怎么样从完全不会然后莫名其妙生了一个大家都在download的软体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你们想听吗？其实你说不想我也会讲啦。这个故事要从15年前，就是我还是小高一在建中的时候讲起啊。那个时候，对，我其实跟你们年纪有点差，我想你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也希望你不要看出来。但是就是那时候是高中啊，大家可能会以为说，这个这么喜欢做软体的人，是不是从小就是含着这个键盘长大？其实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接触过电脑啊。那我高中的时候，这个对我人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啊。重大的事情不是考上建中，是我家有了第一台电脑。那时候也是，就是每天就是打游戏啊，然后学 Office 啊，学完之后我其实也不知道电脑可以干嘛。可是我后来想想，觉得这台机器这么贵，我只有打游戏是不是很浪费？那我就到电脑补习班啊，看看这可以干嘛。然后看到广告单上面都是一些什么程式设计啊、首页设计啊。好，看完之后我觉得很兴奋，可是我看到标价之后我就熄火了。这个为什么上这个课这么的贵呢？所以我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就参加学校电研社。你知道建中有电研社嘛，还有资讯社啊。那我那时候去电研社上社课的时候呢，学长说有教程式设计，我就非常开心。那第一堂上那个 Basic 程式语言，听起来这名字应该很 Basic， 可是我上了10分钟之后发现我完全听不懂。那我刚才也觉得说，是不是我今天精神不好？所以我后来又上了2堂，但是发现我还是通通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能不是这一块料，不然不要学。所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不甘愿啊，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去找了一些书来看。那不看还好，一看不得了，我发现我看得懂。所以其实是学长的问题。好，所以我就这个借着这些书呢，重新拾回自信心，然后继续学下去这样。可是其实一直到高三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做出什么东西，还是停留在打几个字、荧幕上印几个字这种阶段，就是跟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就是这时候要考大学联考，我是末代大学联考。那大学联考你知道吗？高三的男生其实没什么娱乐啊，就是打球啊、打电动啊、去补习班看别的学校女生啊，其实就只有这几样嘛，对不对？那我是比较喜欢打电脑嘛，所以你知道准备联考无聊啊。2011年的夏天那一年很热，然后教室刚有冷气啊，桌上堆满了一堆，你就不知道要先看哪一本书。那看得很烦的时候呢，我就拿那个程式设计起来看一下，然后就是研究一点小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真正做什么东西出来。那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东西叫 socket。那 socket 当然你查英文字典就跟你说插座嘛，插座可以干嘛？就是可以通电啊。可是不是的，在电脑上 socket 的这个东西是用来连线网络的东西。那文件上面说我只要给它一个 IP， 给它一个 port， 它就可以帮我连到那个主机，然后可以传一些资料回来。那我当然不知道这可以干嘛，那我也没有什么网址可以输，我就把我们学校 BBS 站的那个建中 BBS 那个 IP 给他打进去，然后我就连上了。那连上之后，我想那我可以接收到什么东西呢？我就给他接收看看啊。结果我就看到建中 BBS 站的欢迎讯息，我想天啊，我连上 BBS 站了，这是我的城市。那不过
这不能高兴得太早，我只有看到欢迎来到建中 BP 的站，后面就没有画面了。那所以这个其实距离可以用的软体还蛮远的，但是当时我就发现说，原来这样做可以用我的程式连上这个 BP 的站。那为什么后面没有画面呢？我就去问我的电脑老师，他说这个要看一个东西叫做 RFC854，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嘛，某个编号，它是一个Telnet 通讯协定的文件。那我打开来看啊，这个英文很长，卷都卷不完，那我就直接卷到范例。然后看完范例之后，其实我就动手了。那终于我收到第二个画面。那第二个画面来的时候呢，其实它不是画面，它是一堆字。那我看得出来它是中文，可是中间夹一些乱码。那这个乱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实在不晓得。所以我又开始 Google 嘛，然后查资料啊。在查很久之后，我就知道这都是控制码，吓不倒我的。所以其实我那些控制码就在控制这些字应该要放在哪里，应该要涂什么颜色。那所以我就对着书上，然后看看怎么把这个字用不同的颜色输出啊，然后就把那些控制码解查文件，然后把那些控制码把它解开，然后把这些字呢一个一个放在它该有的位置，然后终于我就收到一个完整的彩色 BBS 画面了。那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就是我做出了 BBS 连线的软体耶。那接下来我就把使用者打进去的字呢再送给对方的主机嘛，它就会传回来新的画面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小心把这个软体的雏形啊给生出来了。那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后面会有这么多事，我只是觉得说，哦，这个过程好像蛮有趣的，而且其实我现在讲起来很轻描淡写，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是历尽艰辛的。各位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当我开始写这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还在刚开始在学嘛，我那书都才看不到一半。那当然是不会做啊。那做出这个东西之后，其实我重新写了大概有四次才做出第一个可以用的东西，而且当时其实我还不是很会。那我就想说，我做的那么辛苦，只有我自己在用，不是很可惜吗？我就把它放在网络上，就到处找那个有没有软体下载网站啊，我就全部去给他登，每个人推荐什么史莱姆第一个家，管他第几个家，反正我通给他登。那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没有再注意这件事。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使用者的来信，我心里想说，妈呀，这东西有人在用哎。那他跟我建议说，我觉得你这个不错啊，速度蛮快，你只要多一个什么什么功能就很好了。那只有多一个功能，这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收到十几封这种信啊。那这些功能我其实不会做啊，那怎么办呢？看书啊，那我就边看看这个要怎么做，一个研究，然后找空闲的时间一个一个把它加上去。因为这时候其实上大学了，那大学应该照理讲比较有空，但是我念的系其实没什么空。不过大一你知道的嘛，就是通识课程啊，所以通识就是希望你学一些不是本科的东西嘛，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把这个完成了一下，于是第一版可以用的就出来了。那后来之后就发现这个东西有越来越多人用啊，那个你知道 PTT 嘛，那 PTT 他也很好心帮我广告了一下，所以后来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人用。那时候是2001年到2002年，那我本来只是一时好玩，可是我没有想到他这样一做就做了7年，最后我毕业，这软体跟着我一起毕业。那我毕业之后去哪？我去医院。那软体去哪了？我把它开放原始码放在网络上给别人，所以现在是由现在开发团队接手，所以后面两版都不是我出的，还有最近那个 BBI 也不是我出的。但是这个总之这个软体就是一直活下去了。那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过程我现在讲起来都很轻松，其实中间遇到的那些我加进去的那些新功能，事实上我在做的当下我是不会做的，所以我是看着书一边查，然后一边想这个该怎么做，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堆上去，就很像在拼拼图啊，或者是在堆积木啊，其实是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变成各位今天看到这个样子。好，所以并不要想象说这个作者是不是从小就是一直在学电脑啊什么，其实没有，我开始做的时候跟各位一样，就是也许你们比我强啊，就是我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会的。那这个就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素人跟专家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吗？就是其实你素人做久了你就会变专门，可是素人跟专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没有经验。但是这并不是缺点，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不知道有什么困难，所以你不会害怕困难啊。因为你不知道要怕什么，所以你也什么都不会怕，所以不知不觉就把它给做完了。那做完之后你就不再是素人了嘛，其实你就变成专门了。所以这个是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学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我们学的东西不够，问题是我们学的东西太多了，你受到太多的训练，你受到太多的框架。那可是学校教育的问题是，他把所有你会可能用到这辈子所有可能你两辈子才会用到的知识全部一次倒给你，
那可能分在几次期中考就这样考掉了。可是，可是学完这些东西，你把桌上那些书全部念完之后，你一定会有个问题，这要干嘛？那我自己的学习方式是倒过来的，因为我是先有问题，那我去找问题的答案，然后慢慢的把它堆砌起来。所以最后也许我们学到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的过程充满了乐趣，而你的就会充满艰辛。所以我其实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有时候学习的时候要倒过来看，就好像你不会把整本英文字典都读完才开始看英文，你也不会把地图全部背好了然后才出门，你一定是遇到不会才查，这其实才是人类的本能嘛。可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是反过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再把它颠倒过来。那这是其实是我今天主要想要讲的东西，但是光只有开始有这个动机动手去做还不够，因为其实不需要等你会了这个东西你才去做，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计划，那你可能计划很久怎么想都有漏洞，所以最后都没有动手。其实有些事是你做了之后才知道问题在哪里的，所以稍微会一点就可以了，遇到不会再查就好了，这个问题其实会一个一个慢慢的克服啊。那我就是这样走过来。不过其实学校还有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使用一样的方法教学，教你一样的东西，用一样的方法评量。那学生只有分成两种，就是及格跟不及格啊，没有人会在意你的个人特色，也不会有人管你到底会什么东西，反正这套教材就塞给你了。那我们常常会笑韩国人喜欢整形，不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走在街上整条路上的人鼻子都一样比较严重，还是脑子都一样比较严重？那我想今天大家会坐在这边呢，一定是希望你的脑子可以跟别人不一样。那也许你会想，我们怎么样跟前面的几位讲者一样与众不同？不过其实这是个假议题。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跟大家不一样，你就与众不同，只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忘记了。所以今天把它想起来吧。如果你有什么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就动手去做吧，其实没有这么困难。最困难的就是动手去做而已。当你做了之后遇到困难，你再查资料，其实一个一个这个问题会克服的。那除了动手做之外，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做持久。其实我从开始玩软体到现在已经十几年，我到昨天还在写，大概是我念这个时间跟我念两次医学系了。那为什么我可以撑这么久？其实跟我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我做医疗的吗？那什么是医疗？我自己的解读是，医疗就是医学系好无聊。那无聊怎么办呢？总是要找一个可以调剂身心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兴趣就这样陪着我这样过来。那因为我平常的工作其实是内科，那我在就是那种会死人的科，你知道吗？所以要念很多书啊，那这些东西很无聊，而且你的同学都是全台湾最会读书的人。那在这群人里面，你就会开始会觉得自己没什么特别，你会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聪明，应该说很不聪明。可是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其实不是笨蛋，只是你忘记了。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特别的地方，只是你要去把它找出来。我们其实不需要2300万个考试第一名嘛，每个人其实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那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传达的东西。但是还有另外也是我在医院学到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我做内科，所以其实我每个月都会送走一些人，其中有一些是大老板，有一些是总经理，有一些甚至年纪比我小，他们最后散尽家财，可是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买不到。那我相信他们在闭上眼睛之前一定是有一些事想做但是没有做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我有什么想做的事我就会不顾一切去做，当然会考虑一下，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如果你一开始想会觉得很难，但是你实际去做之后就觉得没有这么难了。有时候你会慢慢的能力会增长，慢慢会适应，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的东西慢慢就会越来越多。这其实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你知道，但是最困难的步骤其实是抓青蛙，你只要把它丢进去，剩下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就是不要害怕跨出你的第一步啦。最后想请大家一起回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一直想做但是却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因为其实人生没有真的那么长，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事很想做却一直没有做，不要让它等你太久。而且事实上能力不够并不是问题啊，因为不会可以学啊，做了就会了。所以其实很多事是要你动手去做，而且要现在去做，因为人生其实没有真的那么长。那也许因为很多众多的不可考的原因，你现在做的工作可能不是你最喜欢的工作，
你现在的职业可能不是你最喜欢的职业，但是那个并不代表你需要放弃自己的兴趣。坦白说，今天来到交大，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不是一般的开心，我心情其实蛮激动，因为我觉得交大是一个我十几年前就想要来的地方，不过志愿卡画错了，所以我今天才来。对，那也就是跟大家说，如果你只是一个素人，你什么都不会，其实不用是因为这个而受到局限，因为你不是专家，所以你可以跳脱这个框架，你的思考不会受到传统的规范，有时候你反而可以突破出一些新的东西。那不管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你现在做的是什么职业，不管你喜不喜欢，保有一个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特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自己的兴趣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弃它。不管你现在做的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其实你都不需要放弃你的兴趣。大家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特色，不要放弃自己的兴趣，永远不要放弃一个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机会，永远。谢谢。谢谢，我们这一次掌声，谢谢 PC Man 的分享。